诸位菩萨，弥勒尊佛。咱现归四十一页，伫中则第二段。顶一回呢，就是讲到即个弥勒佛，伊成佛了后，那么有真侪众生，知影讲世间迄个佛出现啊，啊拢发心。来到弥勒佛家要出家，那弥勒佛呢，见到大众了后，伊就安尼想念，伊讲遮个人呢，并毋是要得到升天的快乐，嘛毋是要追求现世的快乐，就是为了要得到涅槃上乐。那么因在过去呢，有种种种的善根，那么现在呢，毋只会当来到遮。来亲近弥勒佛，到最后呢，弥勒佛呢，伊就赞叹这个释迦牟尼佛，赞叹佛呢，遐尼大的智慧，会当来教化，这无量的众生，予这无量的众生呢，正住善根，那么今仔日呢，毋只会当来亲近弥勒佛，那么说落来呢，弥勒佛如是三千赞释迦牟尼佛。然后说法，这个弥勒佛呢，伊就讲三千赞叹，这个释迦佛，就是顶一段最后遐无，善哉释迦牟尼佛，令善教化如是等八千万亿众生，令至无数，就是这段，那么呢，伊念三遍，等于。赞叹三遍，因为这段文就是咧赞叹释迦牟尼佛，那么现在弥勒佛呢，伊赞叹三遍了后，就为遮个众生说法，那么安怎讲呢？二作是言：逆定众生能为难事，以彼恶世贪欲嗔恚，愚痴迷惑短命人中。令修持戒，作诸功德，甚为稀有。弥勒佛呢，就甲现前的大众讲：吼，恁呢，真难得，真难得。安那难得呢？恁会当做种种，这无简单的代志，迄叫做难事，真困难去做作。那么什么事呢？为什么讲困难呢？伊讲。恁伫个即个五浊恶世个时代，那么迄个时代呢，充满即个贪欲、嗔恨啊，佮愚痴，有遮种种个迷惑。等于讲即个五浊恶世呢，即、这个三毒个烦恼真大，而且伫迄个时代呢，佫是短命，迄、个寿命呢真短，若要堪即、这个，即、这个弥勒佛的时代来比，弥勒佛呢是八万四千岁，那么释迦牟尼佛的时代人寿卡一百岁尔，所以迄是算真短命的对，甚至咱即个时阵呢，佫无到一百，六七十岁，上悬差不多安尼，平均的寿命呢，到六七十，迄个愈短，那么伫个真短暂的即个生命当中呢，尤其。佫充满着三毒贪嗔痴的烦恼那么会当伫个迄个时代修持即个戒律佫再来呢做种种的功德所以呢，这件代志实在是非常的稀有真稀奇的代志真罕得的代志，所以这就是难事伫个三毒个充满个时代呢，你会当无受三毒来引转，伫即个时代呢，佮甚至栽培种种个功德甚物功德就是顶一段讲个嘛顶一段即个弥勒佛赞叹遮个众生因就是有做种种个善根栽培种种个功德现在毋只会当来亲近那么做即个功德呢尤其佫是伫个五浊恶世来栽培，所以这是真罕得个，就是伫个即个所在，它叫做难事的对，无简单者，
那么逆习众生不识无明三文婆罗门，不知道法，哦，互相恼害，尽道并劫，哦，亲着五欲，哦，啊，嫉妒贪曲，令作，哦，邪慧，无念民心，经常杀害，食欲淫秽。那么，迄当阵的众生是安怎呢？哦，就是讲五浊恶世，哦，释迦牟尼佛的时代，迄个时阵众生呢，就是不识父母，哦，这个不识父母呢，就是讲无迄种哦父母的观念，哦，无这种的观念，哦，你讲未想要去友好父母，安尼，哦，无这种的观念，哦，啊，佫不识三文，哦，就是讲对这个修行人呢，啊，无咧尊重，吼，啊，佫不识婆罗门呢，吼，即个婆罗门就是讲，伫个世间，吼，世间来讲，吼，伊是修清净行的人，吼，那以现代来讲，比如讲，吼，中者，啊，是讲呢较有德行的人，吼，即个道德，吼，较超越的人，那么呢，吼，嘛无咧尊重，吼。所以不识父母三文婆罗门，吼，就是讲对长辈呢，拢无咧甲信道，吼，无咧甲吼认真咧看待，无甲当作一回事，所以就袂想要去甲尊重，也袂想要甲友好，吼。等于现在的人差不多拢安尼，吼。啊，佫再来吼，不知道法，吼，讲对佛法呢，吼，对这个正理呢，吼，啊是讲这个世间呢，吼，这个道德呢。拢总嘛唔知，吼、哦，吼、哦，无这种观念，吼、哦，所以呢，唔知要追求解脱，吼、哦，啊，唔知影讲要持戒，吼、哦，唔知影讲要行善，吼、哦，就是世间出世间的道理，拢总唔知，吼、哦，啊，佫再来互相恼害，喏、哦，互相恼害就是讲你恼乱我，啊，我恼乱你，啊、哦，还是你害我，我害你，吼、哦，互相安尼相害。吼、哦，啊，佫近道并劫，吼、哦，就讲、是、即个时代呢，非常的接近即个道并劫，吼、哦，即、这个道并劫呢，当然，若是以即个小三灾来讲呢，吼、哦，道并劫是伫人寿吼30岁的时阵，无伫人寿10岁，吼、哦，人寿10岁的时阵呢，吼、哦，有发生即个道并劫，吼、哦，那么众生呢，吼、哦，互相会安尼杀害。吼、哦，互相安尼连续吼，七日七夜安尼抬来抬去，迄个时阵是道并劫。不过呢，伫释迦牟尼佛的时代呢，接近安尼，虽然无亲像遐尼严重，不过呢，众生吼，那、哦、以时间来讲呢，吼、哦，现在的寿命当然接近要到10岁，所以叫做近道并劫。啊，是讲咱即马的行为，吼、哦，的行为，比如讲。互相的安尼杀害，啊，定定呢吼，一个地区一个地区的战争，吼、哦，比如讲这个世界大战，吼、哦，一两遍，吼、哦，第一遍、第二遍，甚至呢，吼、哦，这几十年来呢，吼、哦，那以全世界来讲，吼、哦，会当讲差不多，逐日拢有这种代志，吼、哦，大大小小的战争拢搁存在，吼、哦，所以这种就是类似这个道并劫。啊、哦，就是有战争，就是道并劫。啊、哦，当然无亲像未来的道并劫遐尼严重。啊、哦，所以叫做近道并劫。啊，佮侵夺五欲，啊、哦，就是现在众生呢，啊、哦，就是真侵入接触这个五欲。啊、哦，对欲呢，啊、哦，色心香味触的接触呢，啊、哦，因为烦恼重，啊、哦，所以呢，这个五欲放袂掉，叫做侵夺。啊、哦，你来讲。烦恼较轻的话呢，吼，对于五欲呢，吼，就无遐尼深的执着，吼，真简单会当甲放掉，吼，不过现在呢无，吼，啊，过来呢，吼，嫉妒，吼，就是妄妒心，吼，啊，贪曲呢，吼，就是无正直，吼，心呢歪曲，叫做贪曲，吼，这个贪呢就有种歪曲的意思，吼，啊，来这个令众呢，吼。这个令呢，其实嘛是有迄种忝的意思，哈、哦。这个令啊、哦，有迄个忝的意思，嘛是心无正直，啊、哦，心无正直，哈、哦，安尼，啊、哦，等于讲
会安尼吼，拢对即个人讲一种话，啊，对迄个人呢，我讲另外一种话，吼，迄种叫做灵，吼，即个意思。那么当然众呢，众就是惹嘛，吼，心无清净就是众，吼，啊，邪位呢，吼，就讲内心呢，吼，伊个心，吼，无正安尼，吼，心呢，吼，无正，吼，安尼，啊，等于讲。你的心其实是无解清净，吼，啊无解吼，无解善良的，吼，啊毋过呢，对外呢，吼，你会安尼，吼，稳重家己，吼，内心的心呢，其实是充满吼，即个烦恼，啊，充满即个吼，好像真可恶迄种的，啊毋过呢，你会吼，伪装家己，安尼，迄叫做伪，吼，啊，搁再呢，吼，无怜悯心，吼，讲现在的人呢。差不多呢，吼，即个较袂同情，吼，无迄种自卑心，吼，安尼，看着讲有苦的人呢，看着人咧艰苦呢，啊无，吼，无动于衷，吼，就是讲袂感觉啥物货，吼，安尼，啊，袂去同情对方，袂去可怜对方，吼，安尼，啊，搁再敬上杀害，吼，就讲众生之间呢，就是互相安尼杀害，甚至呢，吼。要食伊的肉，要啉伊的血，啊、哦，就是讲现在的五浊恶世呢，就是有这种的吼、哦、问题，啊、哦。那么逆定能于其中修行善事，是为己有。现在呢，吼、哦、来讲，伫个遮尼啊恶疾的环境呢，啊、哦，充满种种的邪法，啊、哦，啊，充满种种的这个吼烦恼。哦啊，甚至呢，吼，互相安尼害来害去，吼，伫个遮呢恶疾的环境内面，那么恁呢，竟然会当伫个即种的环境遮修种种的善事，等于讲你无随顺即个恶法，吼，无随顺即个恶法，大家拢是恶疾的，啊，毋过呢，你竟然会当莫随顺大家，吼，无受到遮个代志影响，吼，你甚至呢会当。行即个倒病吼相反的路，啊，无随顺即个啊恶法，吼安尼流动着着，吼啊来修善，所以即件代志呢是非常的稀有，真难得，吼、啊，讲真少的意思啦，吼、啊，即种的人嘛真少，啊要做即种的工课嘛真少，吼、啊，那以现在来讲，吼人口啊侪，吼啊会当真正修善的吼、啊、少。吼，而且真正会当落实修行的呢，吼，佫愈少，吼，断烦恼，啊，清净家己的内心呢，吼，迄种的人非常少的，吼，所以伫遮呢，弥勒佛就为遮的众生说法，吼，其实呢，要甲因，吼，鼓励着着，你是今仔去是安怎会当，吼，来到即、這个，吼，吼，即个环境，遐尼啊殊胜，因为恁过去呢，吼，有做遮的种种的功德。现在释迦牟尼佛以大悲心，令于苦恼众生之中说生死语，是我当来度脱逆定。那么伫遮呢，吼，弥勒佛伊搁在一处赞叹即个释迦佛，吼，伊甲阿乐，吼，现在，吼，即个释迦牟尼佛呢，那么伊呢，吼，用即个大悲心，吼，即讲对遮的众生呢。生起呢，吼、哦、大慈悲心，所以伊愿意呢，伫迄即个苦恼的众生当中，就是咱即马吼，即、哦這个五浊恶世吼，那么呢，众生呢充满着种种的苦恼，那么释迦牟尼佛呢，伫即种的环境内面，为咱大家讲出即个诚实的语言，吼、哦，你讲伊。释迦佛为咱说法，那么说的法语呢，就是诚实语，哦，讲真实，讲真实话就对，哦，讲真实话，哦，比如这个环境真恶疾，哦，啊，伊就直接甲你讲，哦，这个时代，哦，非常的恶疾，那么恁呢，爱好好修行，哦，啊，这个环境呢真苦恼，恁呢爱好好修行，哦，伊就是如真实的。相貌吼，为咱讲出来，啊，互咱咧生即个厌离心，吼，啊，会当咧，吼，
栽培即个善根，所以伊讲的话呢，就是诚实语。啊，搁再来呢，吼，伊搁甲咱开示讲，吼，将来弥勒佛会甲咱度，吼，啊，就是甲咱的这众生，吼，伫即个经内面呢，吼，即个佛呢，不止一遍安尼讲，吼，不止一遍安尼讲，伊甲众生讲啥呢？吼，讲众生，吼，恁将来呢，吼。只要会当好好栽培善根，恁拢有机会哦，会当去遇到弥勒佛。那么弥勒佛呢，就会度恁解脱。哦，这叫做是我当来度脱逆定。哦，就是显示这个代志，哦，显示这件事。甚至呢，伊嘛交代弥勒佛，哦，你将来呢，爱好好将我遮所有的佛弟子，只要无得到解脱的，你爱负责。甲因度好解脱，安尼，哦，所以呢，哦，是我当来度脱逆定，哦，因为伫释迦佛的时代，当然，哦，迄佛弟子呢，有诶得到解脱，有诶无，所以无解脱的呢，就是为虾米无解脱？哦，因为因诶即个善根还未成熟，哦，善根还未熟，哦，所以无迄个机会通解脱，哦，啊，有诶呢，甚至较粗犷尔，所以就是靠释迦牟尼佛甲伊种即个善根，啊，所以即个善根种落去呢，就是爱延续到未来弥勒佛，才会当度因解脱，啊，啊，若讲过去呢，伫过去好栽培善根成熟个，吼，那么就伫释迦牟尼佛家得到解脱，所以大家拢平等，拢是爱安尼，吼，无讲虾米人较敖，吼，啊，虾米人较含慢，吼，就是。善根要成熟，拢安尼。啊，将来呢，弥勒佛的时代嘛是，啊，有诶呢，啊，咱只要伫即个环境好好栽培咱的善根呢，将来呢，就会当得到解脱。啊，如果若无呢，啊，无到迄个资格，啊，得阁继续等。啊，还是讲有诶，啊，最初较当着，啊，当着即个弥勒佛，那么呢，伊就甲种善根，啊，阁留互下一个佛来度。哦，你讲差不多，即个情形拢是安尼。哦，如是之书，心为难固，亲心怜悯恶世众生，啊，救拔苦恼，令得安稳。那么呢，即个弥勒佛呢，哦，伊就去赞叹，哦，伊讲即种的啊书呢，啊，如是之书，啊，就是讲即种教育众生的即种的啊。书啊，书中啊，非常的啊，无好去当着啊。你要去当着这种的啊书啊，会当为你教育啊，会当为你讲出啊这个真实相，会当甲你讲诚实语啊。啊，甚至呢啊，佮甲恁交代予弥勒佛啊，迄种的书呢是真困难去当着。若是无吼，有一种的程度，吼，你无有栽培一种的吼猪牛呢，吼，要去遇到呢，真困难，吼。你看众生较侪，啊，几个见到佛，吼，所以心为难固，吼，要见佛呢，无遐尼简单，吼。啊，当到了后，啊，这个佛，吼，虽然伫世间啊真困难当到，那么呢，伊当到了，伊佫生起真深的吼怜悯心。啊，伊愿意呢同情即个恶世的众生，啊，伫即个五浊恶世的这众生呢，那么为着要救拔这众生的苦恼，啊，拄则讲嘛，吼，伫咧咱即个时代呢，吼，不惜父母，吼，三门婆罗门，啊，甚至呢互相杀害，哦，啊，食肉啉血，吼，即种的环境是真歹，吼，那么既然歹的环境呢，苦恼就真多。所以今仔日这个释迦牟尼佛呢，伊生起真大诶慈悲心，要来救拔遮众生诶苦恼，为着要互咱得到安稳。吼，安尼，释迦牟尼佛为逆定故，吼，以条布施，吼，觉节，吼，逆别手足之体，受诸苦恼，以离逆定。吼，那么今仔日呢？哦，即、这个弥勒佛伊阁甲讲，哦，释迦牟尼佛呢，伊为着恁的缘故，哦，为着恁，哦，就是伫
现场遮个无量个大众哦，为着要度恁哦。那么伊无量劫以来呢，哦，用伊个头去布施哦。咱释迦牟尼佛就是安尼哦，无量劫以来呢，伊拢选择受即个苦行哦，咱行苦行。众生若要甲讨啥物货，伊拢送伊。上大来讲，吼，比如讲国家，你要爱我几个国家送互你，哦，你要爱我的某囝，我送互你，哦，啊，上歹做呢，你要我爱我的身体，我嘛送互你，哦，你讲你欠一条头，你头呢就切落来互你，哦，啊是呢，你要爱，吼，鼻孔，要爱耳孔，哦，啊是你要爱我一支手，要爱我一支脚，哦，啊伊就挂互伊，哦，啊是讲要爱目睭，要爱啥物货。哦，释迦牟尼佛就是修这个难行苦行。哦，咱来读经呢，知哦，伊个本性因缘呢，差不多拢做这种代志。哦，那以布施来讲，哦，布施来讲，哦，就是讲众生要爱伊个身体，要爱伊个头壳，哦，要爱伊个骨头，哦，伊拢总哦，无第二句个就哦，挂落来送互因。哦，所以今仔日来讲呢，伊就是因为无量劫以来行难行苦行。哦，那么伫这当中呢，会受到种种的苦恼。哦，卖讲切头啦，哦，你挂一块肉就真艰苦啊。哦，何况伊是无量劫安尼做，哦，无量劫安尼做，哦，甚至呢，哦，人也要爱花，哦，伊就给人，哦，这经嘛安尼讲，哦，释迦牟尼佛以无量劫以来布施的花，哦，布施的花，哦，唔是讲咱即卖咧捐花，哦，你捐一点啊。哦，啊，伊会阁生，吼、哦，毋是安尼讲，吼、哦，人啊，现要爱，伊就随乎伊啊，吼、哦，众生若想要住、要食，吼、哦，伊就随乎伊。伊所布施的即个花呢，吼、哦，超过即个四大海水，吼、哦，超过咱世间海水的量，吼、哦，啊，你看伊安尼做即种工课做偌济，吼、哦，所以伫这内面呢，伊就是受着种种的苦恼，吼、哦，安尼，吼、哦，那么为着啥？为着要利益、利定。啊，即讲释迦佛以无量劫以来行菩萨道，那么行这个难行苦行，为着啥？就是为着要度众生，伊为着要成佛嘛。那么伊为着成佛嘛，毋是为家己，啊，毋是讲我做这个代志了，我成佛，我着开悟，啊，我着安乐自在，我拢无代志啊，毋是。伊过来这个世间，吼，那么呢，就是要来度化这个苦恼的众生，啊，所以。释迦佛呢，无量劫受苦恼，为着啥？就是为着要利益咱遮苦恼的众生，为着要予咱得到安稳。所以这种的吼佛呢，也真歹去当着。吼，那么真歹当着呢，今仔日当着了后，伊阁会当为恁讲出吼即个生死语，吼啊，甲恁引导来到吼我弥勒佛家，吼继续。来栽培善根，甚至呢得到解脱，哦，所以这个释迦牟尼佛呢是无简单，哦，真等于讲真罕得的对，哈、哦。弥勒佛如是开导安慰无量众生，令其欢喜，然后说法。这个弥勒佛呢，哦，伊就是用这种的方便来开导众生。啊，来安慰这些众生，啊，偌济呢？无量的众生，啊，用现场呢，啊，有无量无边的众生，那么佛呢，啊，伊就用这种的方法来给因开示，啊，甚至给因安慰，啊，恁也是无简单，哈、啊，会当伫五浊恶世啊受种种的善事，啊，非常的难得，啊，有种鼓励的迄个意思，啊，而且呢，佮鼓励这些众生。啊，为什么要让伊生起欢喜心？哦，等于讲鼓励因，啊，让众生欢喜了后，哦，这个心呢，欢喜心就等于发起来。那么发起来了后呢，弥勒佛就准备要给因说法。哦，安尼，心呐发起来呢，那么佛迄当阵呢，根据你的因缘，佮你说法，那么呢，要成就就真紧。哦，安尼，所以。是啊，那这个在经内面呢，吼经内面吼佛呢，拢会常常赞叹，吼赞叹这些菩萨，吼还是赞叹这些众生，吼就是要给伊鼓励，吼。那么呢，鼓励了后，让众生欢喜，伊就开始说法，吼。
福德之人充满其中，恭敬信受，恰用大师各欲文法，皆作思念，五欲不精，众苦之本。那么迄当阵呢，差不多即个大众内面呢，拢总是福德之人，因为过去呢有栽培无量的善根，所以迄种的福报呢真殊胜。今仔日呢，毋则有迄个机会去当着弥勒佛，所以毋则讲福德之人充满其中，就是现前的大众，拢总是真有福报的人，啊无哪会当见着佛，即个意思。那么既然有福德，现在呢受到弥勒佛加开导安慰了后，而生起欢喜心，那么呢就会恭敬即个大师，恭敬即个大师，是讲对佛呢，对弥勒佛生起真深的尊重，啊，搁再来呢信受，因为知影家己的因缘嘛，讲过去呢有栽培才会善根，那么现在呢，毋则搁会当来亲近佛。那么现在去听佛安尼讲，伊就信受，对佛生起信心，对佛生起信心，安尼愿意呢来接受伊的教法，啊到最后呢，用，较用，就是讲，亲像讲喙焦共款，你喙焦呢，当人咧喙焦的时阵，你对迄杯水，就是真希望要去啉。那么现在呢，你内心，因为对法生起迄种欢喜，所以呢，你愿意呢，讲赶紧要来听佛说法，对迄种法的欲望，安尼，所以呢，就是较用大师，那么呢，伊就每一个人拢想要阁继续来闻法，因为最初是弥勒佛甲因开导安慰尔嘛，应该甲因开导，为什么恁会当来到遮？安尼，啊，你为什么凭什么因缘来的？安尼，那么伫遐安慰众生，那么众生呢，相信了后，伊就讲要阁进一步来听佛说法，因为即马准备要来得解脱了嘛，所以伊对迄个要得到解脱的法呢，伊就有一个真深的欲望，赶紧呢想要来听，那么呢，就拢总安尼想念啥物？讲五欲不精，众苦之本，就是讲即个五欲，即世间呢，伫咱欲界内面呢，莫讲欲界，就是伫世间就是安尼，充满种种的即个欲，色身香味触。那么众生呢，就是拢追求即个欲，啊，毋知讲即个欲本身呢是不精，是污染，还是？沾染的，沾染就煞，伊阁是众苦之本，为什么会有遐尼济苦出来呢？就是因为即个五欲，的关系，为着要追求即个欲呢，伫真内面，阁生起种种的苦恼，所以苦恼是按对来呢，就是由即个五欲才来，就讲众生呢，因的认知就是安尼，五欲不净。众苦之本，幽灵都舍，幽切求恼，知苦乐法，皆是无常。搁再来呢，因搁会当了解讲，爱除掉即个都舍嘛，就是除掉舍掉即个幽切求恼。因为当阵呢，因的心呢，生起欢喜嘛，所以因会当。将这个忧愁，这个忧切，忧愁的意思，愁恼，其实拢同款，就是内心有种种的迄种忧愁苦恼，因为迄个时阵呢，生起欢喜心，那么呢，拢无遮的问题，心呢非常欢喜，一直等待要闻法，啊，佮了解讲这个苦乐法，皆是无常，因为听佛安尼。大概甲咱开导了后呢，佮因本身，即其实伫中，顶一回嘛有讲到，即、这个顶一回呢，咱若看三十九页遐就知，三十九页迄个开头遐，伊讲随福千万亿岁受五欲乐，
不能得免三恶的苦。哦，啊，搁再来呢？哦，车主财产所不能救。哦，这个世间是无常的。哦，啊，命呢？哦，真困难。哦，予伊救助。哦，这个命呢，嘛无人会当保证。哦，伊永远存在。哦，无人安尼，因为世间是无常。哦，因一开始就有这种的概念啊，有这种的想法，所以伊呢会愿意要来出家。哦，那么即摆听着佛家开始了后，因呢佫更加了解哦，知影讲苦乐法拢总是无常。伫世间来讲呢，哦，当然哦，世间就是拢苦嘛，哦，苦哦。啊，佫再来呢，哦，世间内面嘛是有乐，毋过呢，迄个乐嘛无，哦，嘛毋是常住不变。哦，在世间来讲，毋管是苦也好，毋管是快乐也好，拢总是无常法。哦，世间就是这两件代志尔。哦，迄是有，哦，等于讲有漏的法，哦，有漏的法，所获利的苦，所获利的乐，哦，毋管怎，拢总是无常。哦，就是讲一切法，一切的世间法，拢总无常的定。所以迄个时阵呢，这个众生啊，因有这种的啊想法，啊内心一定有接受这种的想法啦，啊一定接受啊。啊，弥勒佛观察是非的大众啊，心静调柔，为说四谛，闻者当时得涅槃道。那么迄当阵呢，哦，弥勒佛伊阁用伊个即个智慧呢去观察，啊，观察迄个时阵，哦，伫个大会内面遮所有个众生，哦，真侪众生集会伫遮嘛，哦，那么呢，伊甲观察了后，哦，每一个人伊个心呢拢发起清净，那么拢调柔啊，哦，等于讲迄当阵呢，哦，因为伊受到伊个开导安慰了后呢，拢生欢喜心。啊，拢生欢喜心，哦，啊，恭敬信受嘛，哦，一定相信佛啊，表示啥？表示伊个心呢，一定清净啊，哦，毋是种断烦恼的清净，就是讲当下无污染的心，哦，无伫遐杂思乱想，啊，搁再来调柔，哦，伊嘛会当知影讲，即个五欲不净，哦，是众苦之本，啊，搁对即个世间是无常呢，愿意。要追求这个涅槃上路这种的代志呢，哦，升起真强的这个哦欲望，哦，所以呢，哦，会当拢调柔，哦，无阁受烦恼，哦，无受，因为烦恼呐生是刚强的，哦，烦恼呐生呢，哦，迄种的烦恼心是真硬，哦，真硬就对，哦，刚强，哦，烦恼呐生呢，烦恼要叫你向遐行，啊向遐行。你要甲因转无遐多，所以即摆吼烦恼无生就是调柔，所以烦恼若无生呢，吼佛若要为你说法，因为你心已经清净，烦恼呢无起现行，所以佛若要甲你说法呢，真简单，啊，就会当见得，啊，即个咱也了解讲要见得。哦，那以修法的次第来讲，哦，以修法的次第，这个见得位，哦，咱若修文殊修三种的智慧到修呢，修就是你爱有得到禅定，哦，爱得到禅定。那么伫禅定当中呢，哦，观察四性地，哦，那么到这个四加行呢，到这个世第一的时阵，才会当见真理。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心调柔，那个心清净。哦，那当阵呢，因为调和烦恼，已经到一个坎站啊，烦恼已经无生啊。哦，所以烦恼无生呢，要对见真理来讲，哦，真简单。哦，那么呢，哦，一般的时阵呢，哦，一般的佛弟子就是安尼修。不过呢，在佛的时代呢，较特别。哦，佛的时代。这个佛的时代呢，不一定大家拢有禅定，啊，不一定，啊，不一定讲大家拢安尼，啊，所以呢，佛若为你说法呢，有当时啊，迄个人，啊，伊
其实呢，伊并无禅定嘛。毋过为虾米会当开悟，就是即个理由。吼、哦，就是讲，当你咧听佛说法的时阵，吼、哦，你有欢喜心，你有信受，啊，佮有呢，吼、哦，你的心呢，佮清净调柔，毋是讲得到禅定迄种的清净，吼、哦，完全无欲啊，吼、哦，毋是。就是讲，迄当阵呢，你的心，吼、哦，专注伫遐，吼、哦。这嘛是靠神经的力量、哦、所以当阵呢，弥勒佛伊就观察大家，拢是心静调柔啊，吼、哦、安尼，所以就为说四圣谛，讲这个苦集灭道的道理。吼、哦，那么讲了后呢，吼、哦，这个听闻的人，听到这个四圣谛道理的人呢，伫个迄个时阵，共同拢得到涅槃道。这个若讲涅槃道呢，吼、哦，或者是讲得阿罗汉，吼、哦，安尼，也是讲呢得到初果，吼、哦，就是这两种俩。吼、哦，那有凡夫呢，有诶呢，你若讲本身呢，一定有禅定诶力量，吼、哦，有可能呢就得阿罗汉，吼、哦，啊有诶呢就得初果，啊，不管如何，拢是得到涅槃道。吼、哦，为虾米呢？吼、哦，因为听闻着四圣谛，所以这个就是佛诶一个目的。就是要让你们得涅槃道，啊，不过呢，你一开始讲四圣谛呢，众生听到呢，要有感觉吗？不一定，哦，不一定，哦，因为过去无听过嘛。那么现在就是讲，佛甲因安慰了后，甲因开导了后，升起欢喜心，哦，那么呢，底下专注讲等要听法，哦，等要听法，那么伊就亲像讲真喙焦，赶紧要啉茶同款。迄种诶心就对，啊，迄种嘴巴对茶诶种欲望。那么现在呢，因为生欢喜心对迄个解脱法诶欲望，因知影家己是要求解脱诶。那么现在呢，有机会要得解脱，所以迄当阵呢，就真专注，哦，真赶紧哦，欢喜要来听。那么听着呢，因为伊专注诶关系，就伫当下得到涅槃道，哦，就是见道啊啦，吼。逆时弥勒佛以华林王机缘畅讲一别幽顺大众万中。那么迄当阵呢，吼、哦，是伫个底呢，吼、哦，就是伫即个弥勒佛伫即个华林王，吼、哦，一个花园内面，吼、哦，一个花园，吼、哦。那么啥物花园呢？吼、哦，就是莲花，吼、哦，即、這个莲花树林。啊，用迄个花园内面，拢栽种的，就是用迄个莲花树，啊，或者是有其他的花，啊，咱来讲莲花三花，啊，咧莲花树下嘛，啊，因为弥勒佛底下成佛，啊，啊个底下说法，所以迄个园林呢，啊，就是莲花，啊，莲花树下，就是则讲的这个花林园。那么迄个花林园呢？哦，伊个长，伊个阔，有一百幽顺哦。那么呢，内面拢充满着众生啊、哦，有真侪众生。那么坐到甜甜啊，初会说法九十六亿人得阿罗汉啊、哦，初会有遮尼侪人啊，证、哦、阿罗汉。第二代会说法九十四亿人得阿罗汉，第三代会说法。九十二亿人得阿罗汉，哦，这咱拢定定听过吼。初会九十六亿，啊，二会呢九十四亿，啊，到三会呢是九十二亿，哦，有遮尼侪众生啊，证阿罗汉道，哦。那么伊这就是讲，头前啊，佛甲因说四圣谛，啊，第一对讲，就是伫莲花树，啊，莲花树遮。好、哦，就是花莲丸。那么前后呢，这种的发挥呢，有开三遍，啊、哦，有开三遍。好、哦，你讲每一个众生呢，伊因缘无一定，啊、哦，伫释迦牟尼佛的时代栽培的善根无一定，所以有的是伫初会得度，啊、哦，啊有的呢是到第三会较得度，啊、哦，有这种的差别。不过呢，拢总是听闻四圣谛，啊，证阿罗汉。啊、哦，那么前后呢？就是亲像这种的啊，天书同款哦，佛先甲咱开导安慰，啊，等你的信心生出来了后，才来讲四谛。
来得到。弥勒佛即转法轮度天人意，将诸弟子入行去吸食。这个弥勒佛呢，伊转法轮了后，转法轮了后，度遮个天人，等于讲这个龙华三会，就是结束了后呢，伊就带遮个弟子，共同呢，入这个这个城市内面，就是这个剃头佛城，这个剃头佛城呢，伫头前有介绍过。那么这个花林园呢，是伫城的外围，唔是伫城市内面，是城市的外口，所以呢，法会结束了嘛，那么呢，因就共同要入来这个城内面，要来吐蕃，因为要食饭，就爱来吸食，无量正机天将恭敬，将佛入剃头佛城。那么迄当阵呢，除了遮个地主以外，阁有无量无边的这个净基天的天人。这个净基天呢，就是伫色界第四禅，顶悬呢有五赞天，叫做五净基天，也是讲呢五不凡天，伊这就是三个的圣人拢住伫遮。然后种三果的时阵呢，那么伫死了后呢，拢生来即个五净基天，安尼，那么呢，就是做即天的天人，那么当阵呢，就有真侪天人由遮来的，那么呢，就恭敬即个弥勒佛，随将伊呢，甲伊做伙进入即个剃头佛城，当入城时。现种种神力，无量变现。那么这个时阵呢，就是要进入这个城的时阵，这个天人，净基天的天人呢，伊就现出种种的这个神通变化，因为有无量净基天嘛，所以因现出来的这个神通的相呢，拢无同，所以迄种变现呢，就真济种，色体梵音一以欲界诸天梵天王以色界诸天作八千伎伽各用佛德五天诸花简单物香共用以佛。那么净基天呢当然伊现种种的神通变化以外。阁有即个色体梵音，即个就是欲界第二天，第二天的天主，叫做色体梵音。那么伊呢，堪欲界的诸天，就包括即个四天龙天，一直到他化主宰天，欲界有六个天嘛，那么呢有真侪天人，那么呢，即个上座头呢，就是色体梵音。因为色体梵音呢，伊差不多跟这个世界呢，较有咧来往，所以呢，伊当阵呢，伊带头跟一堆欲界的天人，佫再来呢，这个梵天王，伊是带这个色界的诸天，等于讲色界有十八天嘛，安尼，迄叫做色界诸天，除了这个净基天以外，剩的遐。遐色界的天人，就是和梵天王安尼带过来，大家拢做伙来。那么伫迄个时阵呢，因着做种种的伎伽，用天的音乐，用天，因家己创作即个音乐，伫遐呢，唱即个歌，即个用呢，嘛是唱的艺术，就是伫遮唱歌，咧赞叹佛的功德。因做音乐，做这个歌词，底下呢，演奏赞叹弥勒佛的功德，除了赞叹以外呢，这个欲界诸天跟色界诸天，因阁落这个，种种的花，由虚空才落种种的花，阁有呢，
烧种种的香，这个煎蛋抹香，这个煎蛋抹香就是煎蛋树，那么抹呢就是抹做粉啊烧香，安尼，爱落这种香粉，来供养这个弥勒佛，赞叹佛，佮用香花供养佛，各项德物，悉诸梵界，消障明香，其烟如焚。那么迄当阵呢，整个的这个剃头抹城内面，一切的这个街啊，还是道路，这个碗呢，嘛是道路的艺术，那么呢，安怎呢，悉诸梵，梵界。这个诗呢，就是徛立的意思，徛立，等于讲，真迄个众生呢，迄当阵呢，住伫这个都市内面呢，也是包括这个天人，伊就用种种的幻，动幻，啊，佮有这个三界，啊，拢彩带，满街拢是，安尼，迄个动幻也好，这个三界也好，就是要供养佛。除了这以外呢，遐个众生呢，佮烧种种的冥香，烧种种的香，真名贵的香，来供养这个佛，因为佛要来这个都市，要进入这个城市呢，要来乞食嘛，大家拢等要供养，迄个香呢，因为烧了足济，所以迄个烟，烟安尼漂浮起来呢，就亲像云共款。就是其烟如焚，世尊入城时，大梵天王，悉提梵音，合掌恭敬，以偈赞言，赞曰。那么迄个时阵呢，世尊，世尊呢，就是佛的十号之一，那么当然，这个世尊就是咧指弥勒佛，弥勒佛呢，伊要进入这个都市的时阵呢，那么大梵天王啊，佮有悉提梵音，因为因拢出现嘛，出现伫遮，因着合掌啊，非常的恭敬呢，来做这个偈言，来赞叹这个佛，那么这个偈言安怎讲呢？伊讲正遍地者两足尊，天人世间无一等，十力世尊甚稀有，无上最胜量福殿，其供养者成天上，可受无比大精进。在这个偈言，以赞用做这个偈言呢来赞叹佛，这个正遍地呢，正遍地，其实呢就是佛的十号之一，正遍地，即咱伫个即个伫个即个头前，上仙经遐都有讲到，有一个如来应正遍地嘛，正遍地，就是讲佛伊个智慧，伊个智慧呢，会当来遍照一切法，用伊个智慧呢，无颠倒来遍照一切法，这是正遍地的意思，有的所在呢是翻译作正定觉，正定觉，那早期的翻译呢就是正遍地，到玄奘法师后边呢，伊就翻译作正定觉，意思呢是同款，但是伊会当用伊的智慧来感悟一切法，感悟真实的一切法。那么这当中呢，就是含这个法的真实上是相等的，无差别，无颠倒，迄种叫做正定觉，那么这个正遍地呢，底下就是在赞叹这个佛，所以正遍地者，就是在讲这个弥勒佛。那么两足尊呢，这个两足尊就是讲两足之尊，两足就是两只脚，叫做两足，
那么伫两族当中呢，伊是上界尊贵的。哦，咱人是两只脚，哦，人是两只脚。那么诸天嘛是，哦，天人嘛是两只脚，哦，两只脚。因为众生的种类真多，有的是四只脚，哦，啊有嘛有一百只脚，哦，啊有八只脚。不过呢，伫人甲天内面呢，拢总是两只脚，所以伫人天之中，哦，凡是两只脚的种类当中呢，伊是上界尊贵的，那么叫做两足尊，哦，因为佛是伫人间才有示现，示现这个佛像尔，哦，伊无伫动物的世界，哦，嘛无伫地界，哦，就是伫人天，尤其是人的世界。那么人是两只脚，所以伫这个世界呢，人天的种类里面，伊是上尊贵的，那么叫两足尊。先休息10分钟。